Hello，大家好。有宝宝私信我说，想看我的火鸡面为什么都会煮的那么黏糊。水开了，我们把火鸡面放进。爱吃黏糊的宝宝就多煮一会儿吧，煮到汤汁都快收干了。这样，看到了吗？再把料放进，火鸡面料放进去。搅拌搅拌就可以了。黏糊的火鸡面就出炉啦，准备开吃，再配点我最爱吃的酸萝卜，完美。我超爱吃这种黏糊的。